啦，下一套啦，有唔係想講嘅《悠遊色》。係，今日《悠遊色》好似係咪據聞 Blu-ray 係最差個，最咩咩二差？咩二？今季最差應該係《斷財分離》三位數嘅。喂，其實大家覺得《斷財分離》真係咁差咩？好難講。咁我冇睇少少啦。唔係《悠遊色》，其實對我嚟講唔係睇，我係聽嘅啫。我聽聲優嘅，唔好意思。即係其實聽，咁大家都知咧，《悠遊色》其實大家都知，除咗聽聲優之外，其實佢就講咧係校園咧有個叫做咩咩情報搜集部。情報處理部，情報處理部係啊，情報處理部。咁唔知乜嘢嚟嘅，一個廢咗部好耐啦，零部員嘅啦。咁就有三位女主角咧，就唔打唔撞冇嘢做啦。勾佔霸人哋個部室，俾自己用嚟做咩啊？上勾啊嘛，是但啦，點都好啦。咁啊，其實入面就得兩部電腦嘅啫。咁咧有一部俾老師霸咗，講完。系啦，咁啊，老師就係媽媽，媽媽係阿媽媽。咁啊，其實成套嘢咧，十二三集咧，其實圍繞住呢個情報資料部咧，其實係冇乜嘅喎。居然大家係呢、這個情報資料部，佢咧入面查乜嘢咧？咁佢哋每次咧就有個題材嘅嚟查水係乜嘢啦，雪糕係乜嘢啦，鯨魚係乜嘢啦，跟住就抄過一下呢、這個歷史係乜嘢啦。點解唔睇字典嘅？呢叫 Google 撚，喺 Google 查幾，喺 Wiki 講幾句就算一句對白啦。得閒咪開玩笑啊，開下咩接龍式遊戲啊，講下冷笑話咁嘅就係、是。係啦，咁成套咧就好多接龍㗎。咁如果大家中意聽日文嘅接龍咧，係可以去學習㗎，嘗試一下。咁我唔係睇語文節目啊嘛，我睇網一攤都得啦，我睇文單好過啦。如果係咁嘅話，所以呢套咪聽聲優咯。嗱係啦，咁啊，因為聲優落聲優陣容都豐富㗎。即係原本我睇嗰陣，又唔係睇人，我見到呢套嘢聲優。你唔係睇你點啊？唔係，俾人講話佢一睇聽嗰陣咧，我見到有大久保浪美，跟住又有中田美波，呢兩個都係要啲嘢面嘅。我已經明啦，好咩？咁咁我就係睇陳麗婷聽，因為中田美波基本上拍完要啲就咧，幾乎冇咩工作接嘅，佢唔同其他幾位角色，咁有少少慘嘅。咁我聽佢仲冇發覺佢係冇點仲冇啊，唔好意思，可能佢冇 job 接啦就。咪好鬼似你咪似 Yuri Yuri 咯，你睇啊唔係另外一個角色配對關係上其實幾似 Yuri 啲嘅，中田美波都係佢中田美波都係做翻類似經即係管家婆嘅角色都係類似係啦，即係其實就係成套嘢個廊咧，大概啲就係阿柚子就喺度即係套租啦。另外柚子係做搞事，阿源就喺度附和，阿維咧就去拍阿中田又套租佢嘅，係啦，即係套租。其實就有少少似日本嗰種上升嗰種感覺，但係咧你喺十幾集不停喺度上升咧，咁但係又唔係話做啲百合劇情啊，又唔係即係佢咧嗱，你如果大家對比咧，就一定會同呢個 Yuri Yuri 做對比嘅，一個娛樂部，一個兩個都係冇嘢做㗎，兩個都暴，但係點解一個係可以做到咁好，而一個做到咁差咧？咁但係第一樣嘢。大家拆上嚟呢位呢、這個咧係方文社嘅四格啦。咁方文社嘅四格，咁你相嚟講咧，Yuri Yuri 咧係一個一個單元組咧，有時出現嘅效果咧係會較為連貫少少嘅。呢、這個四格咧就係咧成套嘢不停拆散曬喺入面，咁結果出嚟嘅效果咧就你唔知做，即係你冇曬連貫性啦，又唔知佢做緊乜啦。跟住咧，要做嘅百合劇情咧唔夠，我明顯係有百合咁樣有。最後咧，同佢隔離嗰個上村咧，係有百合劇情嘅女主角。哇！最後嗰集先有，我唔計。即係嗰扎咯，唔係佢有一路都有嘅，但係做咗少少好輕微嘅傲嬌啦。我唔覺得係一啲好特別嘅劇情，而中間少咗太多嗰啲無聊講爛 g 啊，講啲即係上升詞啊嗰啲，你變咗成套嘢咧，去到最後只係一個咧喺咩解決咧？就暑假去呢、這個海灘玩完之後咧。咁基本上亦都係冇嘢做啦，結果翻到嚟就成為新學期，咁就完咗啦，又係。基本上佢最後個 shot 咧，就係兜翻頭一個 shot 嚟做翻，就係因為咧就係阿粉紅色個女主角就指住只貓喺度，啊有隻貓喺度啊，咔咔咔咔咔，咁完啦。咁所以咧，其實你講得啱嘅係聽聲優啦。嗱聲優啦，頭先我講嗰兩個啦，就中田理沙，即係大家上一季。新世界嗰個女主角啦，陳麗莎，跟住牙野愛依啦，即係近年呢幾年都人氣幾高下嘅。所以不得不提呢個媽媽，即係老師啦，不光由依，即係你聽聲完全飽呢套嘢，可以係聽到。係啊，所以呢套嘢咧，我都覺得好奇怪。而你話Blu-ray 賣出嚟尾二咧，其實真係好正常，因為即係佢直情完全係將個即係將個完全係冇諗住有條主線喺度㗎，佢真係好油油色囉。佢 Blu-ray 當住主打聲優啫，真係。咁啲人都係聽聲優先睇到嘢先，就係。係囉，即係基本上算數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我淨覺得呢，佢某程度上呢仲差過 Kill Me Baby 㗎。即
即係感覺上古仔上真係差過 Kill Me Baby。Kill Me Baby 都係同樣得幾個人啦，但我覺得 Kill Me Baby 我至少有得笑啊，呢套係笑唔到啦。即係 Kill Me Baby 你可以掉低個腦嚟諗啊，去睇咧呢套嘢係唔掉得低個腦，你都唔知做乜。Kill Me Baby 有嘢笑嘅咩？我唔係好覺啫。Kill Me Baby 至少嗰種套租咧，佢至少有啲殺手嘢俾你睇啊。呢套嘢係直情係好即係悶啊！你明白？呢套係悶出嚟嘅嘢。嗰套嘢你悶咧，但係都有啲無聊，你只係覺得佢無稽。呢套嘢咧無稽夾悶咧就好慘噶啦。如果呢樣好重要，佢傾偈嘅時候會揾啲個寶箱啦，即係話抽籤啦，甚至用同屬性，或者係抽少一個人同埋多個人咧，佢嘅傾偈內容完全唔同嘅。但呢套唔好意思咯，人物唔會永遠會變，角色攻守關係都唔會變嘅，係永遠都。即係你嘅內容南話內都唔會點變咯，就係、是、我只係每一集嘅 keyword 揾嘅嘢同佢傾嘅都係冇咩關係咯，都係。我只係講一句最後啦，內容乏力冇新意咯，所以十三集都係一樣咯，咁變咗感覺上差，因為佢講曬，所以就一來走來始終如一。依句唔係咁用喎，大佬十三集走得咁十三集，跟住你咪應該講捐款數字下跌啊！真係冇辦法，所以交俾阿樹玲啦。冇啊，完噶啦，所以好啦，今集去到呢度啊，拜拜，拜拜。